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， 今天同大家整一个酥脆香口的葡挞，原来并不是想象中咁难整嘅咋，我哋即刻睇下咩材料啦。倒入蛋液之前可以过一过筛，咁样葡挞焗起嚟咧就会更加诱惑好味噶啦。完成啦，新鲜出炉嘅葡挞好香喷喷啊！等我即刻试下咩味先。葡挞表面焗到金黄色，好吸引啊，而且奶味浓郁，再配上充满牛油香嘅酥皮外层，更加好味。最近去唔到澳门，大家不妨试下自己整啦。Yoo-hoo!